底的柠檬汁在插壳的柔玻璃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。此句话所留的情感是什么？大致上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，叫做依恋之情。那至于为什么是依恋之情呢？因为徐志摩是个十分唯美浪漫的人，而康桥又是他这一生中最幸福、最完美的生活的回忆之处。虽然一生的挚爱不在身边，就是回忆，但是在康桥的快乐生活仍然历历在目，因此他对康桥有十分深刻的依恋之情。那甚至是希望自己就该变成一条水草，就这么住在康河里面，大概是这样。谢谢。等我一下，我可以要求大家给点一就爱的鼓励吗？爱的鼓励，一起来！我相信这是我们班级自己知道的原因。点一，谢谢你，你让。